而家香港有一樣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時時都係用一啲好迂迴、折曲、指鹿為馬、偷換概念嘅方式嚟講咧，就大家梗係唔明白啦。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唔可以話你唔明噶啦，好複雜噶，咁就唔講啦喎，係咪 ？Hello， 大家好。Hello。系啊 ，Hello 啊，点解我唔明又嚟啦？今日系2022年嘅10月24号，我系阿 John， 系嘛 ？Billy， 客户 ，Hello， 你好啊，好挂住你两个啊，点解咧？一个星期见到一次咯，已经系啊，真系挂死，虽然喺呢个网上面见，我好似好耐冇见过你嘅真人啦，已经。新人我都好半年冇见过，有半年咯，真系可能有半年冇见过咯。有冇啊？有啊，真系有。对上一次咪系咪过年啊？啊唔系喎，即系啊嘛，对上一次唔系啊，你上年嚟过我屋企一次嘅。七一啦，好似对上一次系咪七一啦？翻上你公司做节目系嘛？系咪七一啦？佢冇去啊，得我同你啫嘛。有一日。我冇去咩？我冇翻去咩？有冇去啊？有，我记得翻去做咗一集。有一日系公众假期翻去做噶。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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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似做一集。系啊，系啊，我条声整閪咗啊嘛，我记得。呢个第500集定系咩？好似系嘛？系啊，系啊，系啊，录閪咗条声，系啊，系啊，系啊。50周年，唉，唔记得咗咯。系咁样，咁啊，睇下我哋几时再见啦。吓，你唔得啫嘛，而家。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喂，讲下呢、這、一个啱啱今日就播映咗呢一个新 ViuTV 播咗个新剧。嗯。啊，啱啱呢一个就系季前赛。季前赛系啊。系啦，季前赛咁啊。好样衰啊只猫。好样衰啊佢。季前赛。系啦，咁啊，我就睇咗佢哋嘅，我睇埋先咩？我睇埋先过嚟嘅。仆街，好意思讲嘅咧。我就因为我就睇咗佢星期六嘅嗰、那个啊制作特辑啊。嗯，制作特辑。哇，成个钟嗰个制作特辑。咩事？做咩？好像是链车的电单车声，没事。咁啊，咁啊，佢嘅制作特辑都好似即系描述得都几精彩，因为其实佢啲角色好丰富嘅，嗯，即系可以话咩人都有，系啦，即系其实有少少咧，令我就谂起当年嘅男排女将嘅，嗯，人多咩类型嘅角色，咩类型嘅球员都有，嗯。吓、啊、咁样，咁啊，今次其实都似嘅，成件事吓、啊，男排女将就 Steffi 带住一班靓仔啦，今次就唔系张继聪啊，系啦，张继聪啊，都系发起攻心嘅人，系啦，发起攻心 crossover Mira 成 era 咁样啊，屌你喂，咁样，咁啊，男主角就系以姜涛同 Eden 为主啦，佢系嚟自两队波嘅。啊！阿伊阿佢哋曾系啊伊人系啦，佢哋曾经都系旧队友嚟噶嘛，系嘛？头先睇第一集，应该系啦。未讲啊，佢未讲啊。佢有一佢头佢有我见到有一幕系有一幕咯，有一幕咯，系啊！阿姜涛屌鸠头正吓输咗个罚球啊嘛，咁系啊吓咁啊诶！佢嘅导演你知唔知系边个嚟啊？呢套剧嘅导演啊，男排女将嘅导演。是林间的老公啊林间的老公陈陈咩啊不是陈建雄啊不是袁建伟啊咩是啊袁建伟啊哦差不多了差点中哦咁样啲姓陈差不多师兄姓陈哦咁师兄你知唔知咩叫争啲啊中后卫喂呢张相都后生喎是老啲嚟噶，你可能间啊，唔系佢老公啊，依家佢我睇个制作特辑，佢白发多啲嘅，嗯，啊，我好耐之前做嘢接触过佢嘅，嗯，袁建伟，佢维护过我一嘢噶，系咩？
系啊，佢因为我记得嗰日拍系拍啲我拍 making of 嘅，我系去现场。咁佢嗰阵时已经系一个广告导演嚟噶啦，袁建伟嗰阵时仲未话佢同林家拍拖嗰啲嘢嘅。新聞未有講嘅呢啲嘢，咁啊佢拍一個化妝品廣告啦，我見過佢幾次噶啦，因為我都係負責拍 making of 嘅咁樣，咁嗰陣時仲係拍 DV 帶啊，哇，咁當時有啲係啊，年紀啊，十廿年就冇，差唔多啊，其實差唔多，係啊，零二零係啊，差唔多啊，嗰、那個年代咁樣，咁嗰次咧，咁啊有一次咁啊拍啦。我都去过，因为我都拍过几次噶嘛，我都见过嗰个导演好几次噶啦，咁样，咁啊，结果有一次咧拍咧就要收音啊，嗰、那个主角要讲对白啊嘛，有一句对白要讲，咁我照样我喺旁边嗰度拍啦，咁之后、那个 sound man 咧，个收音师咧就话，咦，sorry， 有啲杂音咁样，咁但系、大家周围听冇啊。好冷静，我哋已经去佢哋，我系喺嗰啲片场拍咧，山卡拉都冇，山卡拉系唔会有车声，乜都冇噶嘛，嗰啲地方。咁跟住咧有个我唔知系副导、监制定系咩个咩嘅角色，一个年纪比较大嘅人啦。佢无端端指住我，系咪呢部机啊？系咪呢部机？我想问，我呢部机个摩打嘈极都唔会嘈到你系嘛？顶你个肺！你有冇常识噶？我嗰嗱嗰阵时咧，我已经心入边，你嚟啊！你哋嚟啊！你嚟我爆鸠你噶，冇常识噶你哋呢部机会嘈到你咁样之后，但之后呢个导演就黐线，边有可能啫？就一句收捻咗佢皮咯。佢都唔系维护你，佢都讲常识啫嘛。都系唔系噶？你知喂你真系未遇过一啲。片场嘅一啲黐鸠线，片场风云，嗰啲礼横节曲横猛无理啊！真系我话咩咁样咯，哎冇啦，分享少少往事啫，20年前咁样，咁啊，但系咁啊睇落去咯，我头先睇咗少少就 OK 嘅，但系 Billy 好有意见系嘛？我个意见系第一啦，对白啦，咁啊，暂时出咗两个。都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 Eden 同埋阿姜涛，系哇，佢哋讲嘢啲捋嚟都真系几捋下。姜涛咧，我觉得导演已经好醒噶啦。咁啊，姜涛嘅出镜嗰个时间都好多嘛，但系佢嘅对白其实好少。哦，因为有佢出现嘅咧，就会有张继聪啦，即系有肥仔喺度啦。咁啲对白佢哋两个讲晒啊，佢就系讲啊黐线。咁呢啲咯，啊系啊，我头先睇到有一场戏话肥仔瞓紧觉啊嘛，系啊，成场戏就系肥仔嗰度肥仔讲嘢啦，耳吟，姜涛一句对白都冇讲过，系啊，一句到同见到张继聪又系咁，跟住见到娟姐又系咁，全部都系，就算佢见到嗰个四眼嗰个轩轩咧，我个靓仔，即系四眼系嗰个靓仔咧，都系个靓仔讲对白多过佢，系嗱，我唔知有冇关系呢个状态咧。呢、这个状态，因为我就上次睇完阿猫咗第二个，得出咗一个结论就系佢哋去拍摄嘅时间其实系好少嘅。我认为啊，我唔知道今次会唔会都系，咁啊变咗啲对白咧，姜涛嚟咧，因为譬如好似头先肥仔同姜涛咁样啦、，suppose 佢哋同一个画面见晒佢两个镜头得一个啫嘛。就是那个影住阿肥仔瞓觉，见到背脊，阿姜涛咪喺后面行过咯。跟住冇啦，跟住就影住阿姜涛讲，唔系影住阿肥仔讲嘢，跟住就阿姜涛喺间屋度行嚟行去，行咗两个圈。你谂下呢，即系嗰日嗰半日，可能就系拍咗咁多嘢。影阿肥仔讲对白，然后阿姜涛嚟到行两个圈都，咁佢又要走咯，又要做下一样啊，咁样。我唔知道、啊，就系我就见到即系。姜涛出现嘅时候嘅对白咧系少嘅，系偏少嘅，即系同佢嗰个出镜嗰个频率嚟讲系偏少嘅。只有佢侧边人讲晒佢嗰啲嘢，但系咧已经好少噶啦。但系佢一讲对白嘅时候，你都系其实听唔到佢讲嘢。佢
佢把真系佢把声。佢一贯都系咁样噶，即系就算系咩做访问，即系就算你以前全民造星做访问嗰阵时咧，佢个咬字咧，我唔知佢讲嘢系急啊，定系本身可能发音有问题咧。佢都系唔系点听得清楚嘅，即系真系好彩 ，view 啲节目全部都有字幕嘅啫。咁唔止 view 嘅，好多电视都有字幕嘅，好多节目都有字幕嘅。系啊，咁变咗就知道佢讲咩咯。系啊，即系但本身佢个声，即系把个声线就柔弱啦，比较冇咁红。红口系啊，系，唔系 ，OK， 唔系，我哋直接啲啊，鸡仔声啦，好冇？系啦，算唔算鸡仔声？我哋直接，佢呢啲系鸡仔声啦，其实系。所以系拍剧对佢嚟讲系有啲吃力嘅，我觉得系。嗯，系有啲吃力嘅。系啊，讲对白系。冇计。因为佢唱歌就个问题就好似冇讲对白系咁严重。系，可能都系就翻个 key 咧，可能会好。唔系唱歌，其实你运气啊，即我讲丹田嗰个运气啊，唔系 lucky 嗰个运气啊。丹田嗰个运气其实会帮到发音嘅，唱歌嚟讲，但系你好难讲对白，你都要气运丹田啊嘛。万法朝宗啊，讲句系啊，唔系，所以你听佢唱歌，佢高音佢唱到啊，清晰噶，其实佢咬字都清，即佢唱歌嚟讲啊。唱歌嚟讲啊，但系你讲对白你就好难每个字，你又要有气咧。哦，系啊，又要有气，系又要有气咧，你又唔可以，你又唔可以用一个通去讲啊嘛。咁样啊，咁啊，第二个角色就系第二个啦 ，Eden 啦，吓 Eden 啦，咁啊，佢一贯佢嘅特色，二世祖真系冇，唔系真系冇改善过佢，即系读对白一贯特色，都系听唔到对白，嗰个咁嘅女嚟程度。反而头先嗰个阿 Stan 呢个女讲个对白清晰过佢，细路仔未变声又唔同啲嘅，啊，诶，帮佢讲笑话，可能佢过到咗青春，步入青春期变声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啦，好似讲我哋呢个台词咁样，我哋咁样。拍咗几套剧都未有改善呢个问题，我谂我相信电影添啦，系咯，我相信唔系净系我哋会觉得佢有呢个问题啦，系嘛？相信你制作组都会知道有呢个问题噶啦，啊，我觉得系之间改善，唔系我谂唔系改唔改善嘅问题啦，我谂我直情系我觉得系坊间。是咁噶，包容咗佢呢个系啊，我觉得系。啊，如果佢能够，如果佢能够改善埋呢样嘢，其实好好嘅，我觉得去做系啊，演员呢条路啊，演员呢条路，诶，我觉得系，其实佢应该要改善呢一个，系嘅，系嘅，呢个系好，系要改善，唔系包，即系唔系话，即系中意就要撑佢讲，佢讲好说话嘛，系咪？系。咁你佢做得唔好嘅地方，咁咪一样都系照讲。即系你如果大家有听翻我哋节目，大家都知，其实我哋都几中意 Eden。嗯，系啊，系嘛？我觉得，但系佢做戏几好嘅。佢嘅对，佢嘅咬字对白系。真系唔系咁好啊嘛，系啊，系咪？我觉得呢啲唔需要包容，咪冇得包容。其实都唔系佢净系讲对白嗰阵时嗰个咬字咬得唔正吓。我睇翻交战咧，因为我早排都煲翻交战睇啦。其实佢平时讲嘢都系咁样嘅。系啊，系呢个系佢自己嘅坏习惯嚟嘅。
系啊，嗯，快啦，但系你嗰啲节目就冇乜所谓啊，吓，即系唔系好觉啊嘛，唔系因为本身自己讲嘢咧都系好长篇大论，好急噶，佢讲嘢好急啊，嗯，所以变咗好容易系咬字唔清楚，捋你啊，捋你啊，捋，其实同我一样嘅，有时我讲嘢快咧或者心急讲咧，我都系会啊捋你，就会讲粗口咯，心急讲。啊屌你老母！屌你老母都讲得唔清。但系咧，今呢套剧咧，咁啊，除咗啊啱啱咁，我哋依家目前净系睇到啊，主要就系睇到阿姜涛同 Ian 啦 ，Eden 唔系因为咧，姜涛同 Eden 咧系头半个钟咧去出咗噶啦。系咁咧，我就头半个钟头睇嘅时候、就是，就系即系啱啱就复你，就系净系成套戏都净系听到张继聪同埋阿肥仔，即系比较多对白多啲人啦，对白系啊嗰啲嘢，但系嗰两个主角咧就完全都听唔到佢讲咩，好似睇紧美剧咁睇字幕嘅。跟住之后咧，之后出咧咁啊，有阿 Stanley 啦，系啊，同埋又有阿。冇啦，跟住之后就斗波。啊，佢话边个今次边个做佢老婆啊？嗰条女我认得个样，但我噏唔出咩名。我认得个样，但我噏唔出咩名。系啊，做 Stanley 个老婆都系靓女嗰啲样啦。睇下先，系咪都系全民造星嗰啲啊？又好似唔系，好似唔系啊？系咪？死啦！我一时间，我寻日睇个制作特辑，演员表，蔡荣恩，啊 ，Evelyn Choi， 系 Evelyn Choi 啊，系啊 ，Evelyn Choi 吓，都好耐冇见过佢啦，好耐冇见啦，系啊，好耐冇见过佢啦，咁样，嗯，咁啊，另外仲有就系193啦，193就饰演一个误入歧途，哦，原来坐完监，边个 Evelyn？ 啊 ，Evelyn 系啊，卅二岁，有啦吓，咁样，咁啊，就被传媒誉为佢是改编自三井寿啊呢、這个角色，边个角色啊？1993啦，系啊，期待杨信光系啦吓，佢就饰演一个坐完监出嚟嘅人啦，佢、就因为佢又话佢遇到阿刘石贤啊，即系个肥佬肥仔贤啊，安西教练啊，阿士贤。系啊系啊，话系佢鼓励佢打翻波噶嘛。系，我啱啱睇到，我啱睇到咧嗰啲其他演员表咧，啊，即系其他角色咧，可能都系即系嗰啲叫客串下嗰啲，哇，啊，都好多，啊，有岑嘉琪都变咗韩国啊，系啊，跟住有。傍友啊，岑嘉琪变咗系啊，唔系其实呢三个人咪就好似龙金威嗰三个，我系张达明，系童爱玲，童爱玲系姜涛个阿妈，系咯，童爱玲系姜涛个阿妈，系咁啊，我觉得我想吓点啊，你讲埋先吓，即系未出啦，啲人咁啊，系 Stanley 系其实我觉得都叫做，其实 Stanley 都做戏都几好睇，我觉得系啊，佢拿捏唔同嘅角色都 OK。但系如果你讲 Stanley， 不如我哋一阵先，我如果讲 Stanley， 我哋连埋野人老师讲。我、啊、好啦，关于季前赛咧，因为我想季前赛咧，我想重点讲下呢个角色。我都讲多少少先，我都讲多少少先。好，即系我觉得第一集嗰个节奏系唔错嘅。啊，即系铺排都唔错嘅，即系佢唔一次过一 lock 拢晒啲人出嚟咁样，即系分开咁样都唔错。但系我就唯独是就觉得佢哋拍夜晚打波咧，好黑个画面。系，因为佢用咧蓝色光，系啊，所以咧就好黑成。我觉得有啲技术嘅上嘅考虑嘅。有啲技术上考虑嘅，包括就系、是、如果佢打太光嘅灯，佢会撑到对面楼。嗯，跟住就咁，因为你唔知佢拍到几点噶嘛，即系佢可能佢讲紧系可能系点几两点钟，吓、嗯啊，即系所以即系一定半夜先开始拍噶啦，呢啲唔系都未必嘅。如果打波嘅戏咧，打波就应该唔系啊，会嘈。系啊，因为你拍波，我真系屌你咁，拍波都会嘈噶。系啊，即系我但可能一啲讲嘢，即系你譬如你每即系佢要拍夜晚。
佢咪预早少少去拍咗啲打波戏先咯。嗯，即系九点十点嗰啲时候咧，拍咗啲打波嘅先，就所有对白你咪可以留翻你晏啲夜啲做啊嘛。咁但系你冇可能打紧波嗰阵时候又大灯，然后去到半夜又突然间我熄晒啲灯咁先讲嘢，即系你又唔可以咁样，即系佢唯有攞个中间位咯。就用呢啲色通，同埋佢头先讲嗰啲，因为佢又话佢偷偷地捐琴入去打嘅，佢就唔系话 book 咗场啊嗰啲咁样，所以冇灯系正常嘅，嗰、那个时即系嗰个场口，但系最嬲尾个幕系嘛，最嬲尾个幕系噶嘛，但系嗰啲系咪个时间又唔同？我见最尾佢哋系。系啊，嚟踩场噶嘛，有系嚟踩场，但系嗰个灯光都系偏蓝，都系偏蓝系嘛，我都系偏蓝，系啊。咁可能都系就你即系唔想影响到附近啲居民咯、啊。都系嘅，呢个都可能系一个考量。不过嗰、那个，我觉得嗰个节奏都唔错嘅，即系都系几好，即系几好睇咯。简单啲讲、第一集系几好睇嘅，唔错嘅。咁啊好啦，咁啊太好啦。我希望唔好好似 iStream 咁头嗰五集好好睇，跟住之后咧，我谂唔会啦。你 iStream 系立心不良啊嘛，其实，因为要有立心不良噶嘛，系咪？因为要有纯粹有电影版，纯粹为咗 sell 老板。嗯，我鄙视佢。但系、但系季前赛咧，佢有咁多嘅角色啦。但系佢都系得十五集啫，会唔会唔系好够？会唔会唔系好够？唔会噶，唔会啊，唔会。喂，屌，我哋睇日剧都系十一集嘅啫嘛。其实都够噶啦，你野人使閪咁长咩？野人老师十五集，我觉得你临尾睇到尾咧，你会觉得系有啲系啦。啊，咁样。诶、哎，咁但系咧，诶、哎，季前赛呢个十五集啊，就系、是、我觉得。我唔知道，因为我觉得唔会咯，做咩啫？喂，唔系啊，我觉得发埋，系啊，可能之后有季后赛咧，啊，又整多十五集季后赛，咁前后三十集，你啱啦，你啱，好，喂，咁但系咧，喂，我哋讲 Stanley 之前咧，或者讲野人老师之前咧，关于季前赛，我想讲一讲呢个角色，都有啊，悠悠啊。系啦 ，Yoyo 佢嘅 God 啊 ，Yoyo 佢嘅真名叫做郭卓瑶啊，郭卓瑶。咁啊，呢个佢就饰演一个暗恋疆涛嘅女仔啊，咁、样。但系我就睇哇，学生妹啊，屌你啊，导演啊，屌你咩？哇，喂！但系我净系睇佢喺呢个 Making of 入边嘅表现，好捻可爱，我想讲。我有时见到佢做 view 嗰啲有啲节目嗰啲主持咧，其实佢都低大本型啊。佢都 OK 嘅，佢做主持都吓。佢有见佢访问嗰啲搞艺术嗰啲人咯。我唔知嗰啲叫咩节目啊？咩？有一个创文本，有一个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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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嘅，系啊系啊，一个儿童节目，系啊系一个儿童节目，系啊啊，有一个儿童节目。啊！我都话我就系睇完，我就系睇呢个，我就系睇呢个。诶、哎，有广告添，呢啲就系少女啊！屌你咪又系麦当劳广告，哇！真系好捻可啊！佢有一幕，佢有一幕好捻好笑嘅，佢有一幕好捻好笑，佢扮忍者乱太郎啊！佢睇下佢几时同埋领导添，系忍者乱太郎。诶、哎，呢、這个系阿野人老师个 Stanley 少年 Stanley 童年 Stanley 系啊，佢系姜涛嘅细佬啊，系啊啊，无限车同有限公司啊，系无限车同有限公司，系无限车同有限公司啊，啊咁样，咦见哎啊肥仔贤啊，安西教练啊，安西教练，咦见咦冇咗个幕吓咩啊？其实咩啊？都预出咁滞噶咯，即系 view 呢个嗰啲演员啊。是啊，角色多噶，其实呢一套戏男仔都倾筹而出，倾筹而出噶，系啊，强尼都有啊，强尼一定一嚟嘅，强尼就一定有噶啦。啊，咁样，咦，冇咗，我唔知边个。我就等紧你啊，忍者联系。算啦，总之我净系见到，哎呀。好啦，无论边度拍忍者乱太郎，哎，好可爱啊！
即系我相信，如果你话喺个即系个处境入边，阿姜涛一个咁冷酷嘅男仔，突然间出现一个咁嘅少女喺佢身边，呢个反差应该会几好笑嘅。嗯，咁样扮忍者乱太郎，我顶你个肺。但系佢，我睇翻我个演员介绍咧，姜涛佢个角色系影射呢个樱木花道，但系完全系两种性格嚟嘅。屌你咪写呢段嘢嗰个人有冇睇过樱木花道噶？睇个男儿当入樽嘅系，咪咯？屌你咁你真系黐捻线。喂，咁好啦，咁啊讲下你诶，讲埋 Stanley 啦。呢套戏入边阿 Stanley 又系演一个人夫，佢又系老豆啊，系啊，系咗个老豆啊。咁咪点咧？佢系廿四孝老豆啊，系一个廿四孝啦，但系一个滑头嘅人啊。系啊，好滑头，靠把口。咁啊，即系会同野人老师好似咯。我佢滑头过你野人老师咯。野人老师嗰个系把口劲嘅，唔系滑头啊。哦，都好睇噶嘛，系嘛？都好睇嘅，佢都唔知佢拿捏啲角色都几准确啊。嗰啲好啊，好啊，系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唔系话做得好好，不过。恰如其分，合格有余咯。恰如其分，系你想赞咪赞咯，你想踩咪踩咯，你搞到咁暧昧做咩啫？唔暧昧啊，即系你讲佢咪去做到影帝级啊，梗系未系啦。诶，我咁啊，咁你下下要讲影帝级先攞嚟讲，又冇得好讲啦。咁啊唔系咁比较啊。